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海外中医教学20载，吴斌江教授桃李满园。青岛移民温哥华成立农产品公司，引进世界各地农产品深受欢迎。四川省羽毛球队专业队员留学加拿大，开心学习，多样训练，感受加拿大人热情。新时代电视星期六首播，一起来关注新风采。